哇哦，剩两台了，我还没开始玩呢。迈阿密啦，他们是不是有内鬼啊？我怀疑他们这台早就修到99%修得完了，他们有人一直不把这台修起来，他们感觉是有内鬼哦。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结局还很完整，你不会觉得它很，你不会觉得它就是很潦草的，突然就结束了这样。好，63是不是？63，我是看 BR 的版本啊，欸，是 BR 吗？啊 ，FR BR， 我忘记是 FR 还是 BR， 忘记是哪一个了。FA， 我是看 FA 的版本，有够好看欸，这个版本，我觉得比。比另外一个好看。哇塞，直接把它看烂呢！看溜也叠太快了吧？哇塞，怎么有人在解这个任务啊？啊，如果没有平稳，我就把它看烂。哇，在我头上！走一走，遇到人，真的，那个血为什么？是从刀刃那边，然后有一个破土的位置开始流，小 bug 哎、欸。其实这一套感觉不用带友谊、天长地久，应该要带蜘蛛好一点感觉，因为这套本来就会转猎物。哇，你很着陆，可惜了。好像不应该踢，踢了就没办法砍他了。哇哦，剩两台了，我还没开始玩呢。迈阿密啦，
哇，他有看到，糟糕。这里有人欸，他的恩赐在那。这里也有一个，刚跳下去欸。哇 ！BH 之鬼。真猛！他们为什么可以贴着木板还按 DH 啊？我记得不是没有奔跑动作的时候 DH 是按不出来的吗？他们为什么可以贴着按呢？跑步一直扣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一直按着好像没有，你要有那个跑步的动画才行。我蛮确定的，你最少要有那个在奔跑的动画才行。就是你不能，就是你 shift 按住，然后你贴在墙上，我记得是不能按的，我很肯定，非常非常肯定。来来来 ，YQ9U， 终于等到你 DBD 了。没有啊，也不是这么说的呀，我爱 DBD 啊，我最爱说实话了呀。卡住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猎物？我看到了。糟了惨。这把感觉没了，应该是没了。虚了吧，因为我见另外一台90%了，感觉 没什么玩到欸，这把。会啊，只要你离得太近，就是他是直接看那个公尺数的，就是不管你的垂直跟那个，就是只要离得太近就是会。就不看，我记得是不看垂直跟水平，就直接单看公尺数这样。他应该是有 DH， 你们看他就没那么顺，而且他还是卡在那个板前，他的 DH 就有点按不太出来。这个人，怎么知道哦？好像只能用经验累积耶，你只能累积经验让自己知道说差不多那个距离，就是一个那个。走私的那个线，欸，他们是不是有内鬼啊？我怀疑他们这台早就修到99%修得完了，他们有人一直不把这台修起来，他们感觉是有内鬼哦。好人一个欸，我还有一个天灾锅是谁啊？没挂锅。这个人跑太快了吧？
麻烦了，这里，这里是一个无敌点。感觉要把友谊天长地久换成蜘蛛，这把应该会好很多。感觉麦尔斯没有蜘蛛还是差太多了。哇，他又按 DH， 应该是会被修完，但我一定会放倒这一只。没有哦，他们好像修不完哦，有一个人不修哦，有一个躲死了，一个在我头上修。那这样这把不好说了哟，这把结束了。耶、yeah! ！突然就翻盘了。